如果你这么厉害这么搞，那你就自己开 PP 自己来做，不然叫女儿用小画家帮你画啊。陈小姐，你不懂行情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慢慢给你解释。但是我们价格确定后就要先付定金哦。嗯，对，成品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免费修改三次。陈小姐，虽然是一张图片加上文字，但是我们这属于客制化。知道什么客制化吗？就是全世界只有你有的名片。陈小姐，您查的这个是300元的套版，你在跟别人交换名片的时候就会相撞，你知道相撞很尴尬的。陈小姐，我们这不是自助餐，什么你假一假只要50块，付一个 sample 给你，你去补习班报名，还没上大学，那为什么先缴补习班费呢？因为他们卖的是知识，我卖的是创意，知识和创意都是要付钱的，懂吗？相信你已经非常 understand 了，好不好？深思熟虑打电话过来，我就一锤掰了。感谢你的来电。我为什么都要用智障？我要提醒你多少次？我们这样讲多清楚？文字看不懂吗？白纸飞机。尤先生没有关系的，如果你觉得哪边需要改进的话，就告诉我，随时对我会尽力帮你完成的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您告诉我哪边要改进，我来做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刘先生，你只是来开玩笑，你设计者是我啊，我怎么把责任推给你嘞？哦，你女儿学画画是不是？不错啊，很棒，小画家这个我没有哎。对啊，对刘先生，我确实只会做一些软体而已。刘先生。如果你这么厉害这么搞，那你就自己开 PPT， 自己用个板自己来做，不然叫女儿用小画家帮你画啊！啊吉，为什么叫你拍蛋？林先生，你这个背景，要少女恋爱的啊，紫绿配色。我觉得少女恋爱的话，用粉红色系会比较好一点哦。啊，林先生想要跳通一点是不是？你这个部分要带点沉稳又可爱啊。娃娃体啊 ，OK， 好，林先生，我 final 已经寄出了，再麻烦你帮我修一下哈。啊，林先生，背景要改为白色，不要放大，加点透明度，还要加文案。林先生，你已经修了27啦，你知道超过30是另外收费的吗？最后一次，没有最后一次的，林先生，我们就这样子吧，拜拜。啊，林先生，定金我退还给你的，谢谢光临。为什么他也这样呢？哎。后悔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不计小人过的，客户是最大的。来来来，你告诉我什么地方要改进的？房东太太。然后你等我一下啊。房东太太，我这两天有一点小忙。对啊。我可不可以两天后再汇钱给你啊？谢谢房东太太，真的谢谢你，爱你哦。喂，林先生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，这样子不是难过。刚刚的方案我还有更好的办法，不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